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在波士顿中国城，新年发财花市，这是每年春节之前波士顿华埠主街搞的一个传统的节目，里面有很多年货和一些广东人喜欢过年买花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花，大家可以到这里来买。这个地方呢，就在华盛顿街，地苑大酒楼的对面。南北河餐馆旁边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啊。这是新年花市，从1月22号到1月31日，上午9点到下午6点开放。好，哇，好多花啊，这里面很漂亮。哎，我们看到老朋友何远光先生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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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对对对，我们是这个投资生活日记频道，我们来拍一下这个，这是每年都有吗？是每一年都我们的办一个花市，对对。但是前两年呢，我们疫情关系，所以没有很开，所以今年是等于第一次到回到唐人街，对对对，希望能够帮帮那个社区的小生意。对对，那能够啊，这样销售。这是华埠主街。华埠主街不一般的。OK， 对对对，是22号到31号。这今年好像比以前更长啊，以前都是4-5天，是吧？今年刚刚就因为疫情，前两年没有开了。对对对，补起来。会延长一点。对对对。希望能够帮着这个社区的每一个小生意能够做一点生意，挺好，方便大家，对对对，买一个大米锅。谢谢谢谢，很不错。明天下大雪啊，明天，但天公不作美，但是可以星期天还是应该开，星期天，然后马上31号就是过除夕了啊，过年啊。这个31号的最后一天。行，这个大厨就大概回家全年了。谢谢谢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身体健康啊！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我再往前面走，这里有康乃馨，这很漂亮。是哪一种花卖的最好的？哪一种？哪一种啊？剑兰。剑啊。是这一种吗？对。这剑兰是多少钱？怎么卖？这个18块钱一把。18块钱一把啊！这个剑兰，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大家比较喜欢买的一种花。再往前面，这里还有一些年货。这一个礼包是多少钱？100块是都是补品是吧？对，这个是鲍鱼。鲍鱼哦，对，里面有10罐。10罐鲍鱼100块。对，好吧。这也是蜜饯啊，这些哦，不错不错。然后干贝啊，虾米啊，然后鱿鱼片啊，等等。对，您明天也开吗？明天不在，后天在。明天下雪啊。明天下雪。星期天、星期一都在。好。你们的平时的店在哪里呢？平时的话，我们是做晚上的。平时做，现在因为有这个花市，你们就过来。对对对，就是每年花市。你的网站叫什么名字？就是 Grand C Boston。Grand C。拼一下，怎么拼 ？GRAND SEA BOSTON。Grand C Boston.com。好好好，行，谢谢谢谢，我帮你们介绍一下，到时候。OK。是华埠主街搞的这个花市。哇，这里很多，这是红包是吧？是啊，有什么喜欢的，帮我发上朋友圈，好，你的朋友来买。可以可以，很多，品种很多。哪一种卖的最好？哪一种？哪一种？老虎啊。啊。这个老虎啊。很多。那个小的6块钱一对，又很贵啊，又便宜。你这货是从哪里来的？货从你说美国的货从哪里来的？对对，中国。当然是我们中国了。好的好的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好。
啊，这里卖竹各种各样的盆景竹子，还有一些不光是中国人在这里买啊，还有好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31号之前到这个新年发财花市来选购。祝大家虎年新春愉快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